长老简介。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胡延精舍清净义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人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译白话佛经的书证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，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我是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主持莲合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较无闲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真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阁继续来讲这《上莲宝训》第153集。即集的训题安讲：喜闻各处啊，君子之风啊，就是讲。那欢喜听闻，人咧讲咱家己的过错呢，会当接受别人的劝告、检劝，迄就是一个正人君子的风度。佛门在安讲，演作啊，古人若闻记过，喜以为先。中以包容，何以温恶，谦以交友，勤以济众，不以得爽而其心啊。所以光明说大，照样即永恒迄个养造的养修工啊。照样金色哩，这段文的意思就是，演作就是发言禅师祖师安讲，古代圣人呢，拢欢喜听闻家己的过错，人若咧敢批评指教，拢会接受，嘿，谦虚接受。啊！而且欢喜做一寡善事功德，啊，中意宽恕包容别人，啥代志会当大度包容、原谅别人。啊，做人好多呢，温恶扬善，别人歹甲运起来，袂使讲摕去宣传，拢乌人的臭空。啊！人有重视人，无占标包容，无爱讲人的过错。啊，做人谦虚呢，安尼交朋友待人处事，啊，勤力施济助人，就是讲啊，勤力做。布施啦，救人、帮助别人，做好代志。所以，袂因为讲啊，对自己有利啊、有害、有损失，啊，就改变迄心啦，啊，义就是变心啦。所以，伊个做人哦，光明、伟大、说大就是伟大啦，啊。照耀古今，嗯，流芳千古啊！明伊个，大家拢对遮尊敬历史啊，甲赞叹而乐。
孔子的家己就咧讲：良药苦口自利于命，忠言逆耳自利于行。迄有个人咧，甲你忠言，甲你靠，甲你夸夸劝，就像迄个好药啊吼。好药啊，食着虽然食苦吼，食歹吞，但是你爱好好吞落，因为苦药啊，对你的会治好你的病啊。啊，忠言逆耳就是讲，你做唔对有个性的，人会忠言甲你苛刻，关心的人带甲你忠言，所以你唔能够颠倒，怨恨伊，你爱好好接受，听得遮细腻，但是你爱好好听，因为听吼、哦、会帮助你的迄个行为啦，你的做错会甲你纠正个。时间来讲，它三只脚啊，可以共业啊。你个所所拗起来呢，拢是包起诶攀脚啊，难着遐刷脚，所以爱利用八块脚啊来甲你磨，甲你调度啊，旋脚啥哈，甲你调度。意思就是讲，它三只脚是别人诶业。诶，忠言啊，哈，诶，使你诶心一块热啊，哈。孙子安尼讲：，非我而动者，我师也；，是我而动者，我幼也。残余我者，我杀也。非我而动者，非就是讲。指出我的不对，但是讲了才适当，才事实。这就是我的老师了，你要谦虚接受。是我就是讲，讲我对的，甲学到讲我你啥做了对，讲赞叹了有适当，有事实，这是我的好朋友。看到我的好处。无加嫉妒，搁加娱乐，做好朋友。啊，参与我吃就是加一味拍马屁阿姨，我就是做唔到，也是加娱乐讲我你吃到安尼吼，这我擦呀，迄就是我的歹人，迄个害我，不是好人啊。闲文来讲，得我好吃，是我擦啦。道我恶者，是我输啊！至道就是讲啊，说道啊，讲我诶，那意味我做唔对啊，就甲讲我食好，即款吼，迄是我诶敌人，我诶贼啦，要害我。道我恶者，就是讲会当讲出我诶唔对，我诶。恶行缺点，迄个是我的老师啊，我的感谢。如果安尼讲，善必受苦啊，恶必遭亡。道行先积德哦，你话听讲人家受，人之心一定等会受，受苦就是等会受。恶必遭亡啊，做恶做多吼，一定会遭死。去杀人放火做歹代志吼，掠去关来枪杀，火势也未够就死啊！从本起见来讲，恶行非善啊，无为义啊。先做安心啊，无人为难。讲来，这个做恶做道吼，你一定会毁啊你的身体。你会互掠去关，掠去枪杀，所以恶行会害着家己的自身。无耻的人吼，伊煞认为讲做歹真容易，较简单所以也无可能讲会害着身自身啊袂自作自受。
所以就安尼做了搁再做啊。啊，行善积德呢，会使你本身食安心，诶，当食平安，诶。啊，但是无知的人吼，认为讲要做好代志食难，食困难，所以唔肯去做。古德就安尼讲：先事清祥啊，恶事回啊。看看眼前不如他，有条一日做生大，只见清祥不见灰。这事故也真好哈。讲、啊、做好人做好代志吼，像迄、那个双树青青吼，闺女青青啊，啊徛只低只悬。啊，做恶做当吼，去遐做不得手段去，吼、哦，去诈去做迄个不法的代志吼，贪个遮济钱，所以即个做恶的人吼，佫刷颠倒好业，颠倒有钱有势，哈、啊，就想要花开个遮水，啊。所以做善含做恶，目之前看看起来吼。做善的人也不如咧做恶的，迄做不择手段吼，啊做奸犯科的人拢发达啦，哈、啊，哦，食有势头，不如伊啦，哈、啊。但是到尾啊呢，人讲好做好靠底底，哈、啊，有时阵呢，乱落霜吼，落霜西到冬天吼，迄、那个花拢死了了，啊，干那留迄清香，底下奥地的。诶、意思就是讲，做善靠底底，目睭前虽然不如伊好业，但是花吼未堪去考验。意思就是讲，一旦因果报应到吼，做恶做到偌好业都拢啊，在受到或者迄个灭亡啊。孔子教伊就安尼讲：水之清无比啊，人之差无边。头前讲宽容大度，包容别人，宽容别人啊。孔子教伊讲：水若伤过清吼，像迄个溪啊流，伤过清吼，鱼啊拢唔敢搭遐，鱼啊拢走去边搭落落有草的所在。人的道理也是安尼，这个人啊。目睭点点睛吼，斤斤计较，爱明察秋毫吼。人讲食尖酸刻薄吼，一寡朋友拢走了了，唔敢含做朋友啊。斤斤计较啊，所以人爱目睭开一蕊合一蕊，会当包容别人。嗯，自由自得安尼讲，以人食人义己，用人食人良知。伊意就是欺压别人，你欺别人吼，别人反过来反弹过来欺压你啊！你会包容别人吼，别人都爱包容你，就是讲你啥代志会大多宽容别人，别人会原谅你，唔通家你占人便宜，因计心就安讲，忍让人啊。无私人良恶，人用人无私人良恶，和人相处发生啥代志，宁可我让一步，唔通让别人让我，唔通处处干要占别人便宜，啊要使人吃亏，你话听讲吃亏就是福，占便宜啊，这就是灾祸。啊，咱三会包容别人，宽容。宽容别人，别人爱咱包容我啊。孔子教伊就安讲：无公言之恶啊，讲唔通去开嘴就要攻击别人迄、那个恶行，别人做唔对，伊有家己有伊的因果，你唔通开嘴去诽谤别人啊。贤文就安讲。
含血困人啊，陷入自考，嘴欢喜讲别人歹话，就想甘一嘴花要负担吼。你还会负着别人，别人还袂受害，你家己嘴已经过甲垃圾啊！意思就是讲，你诽谤别人，别人还袂受害，你家己心已经做了口业，有罪恶啊！中庸来讲，顺好问而好察，温恶而用善。咱古代好的皇帝讲尧，尧舜，尧帝舜帝。这舜帝吼，伊吼，即谦虚，大行爱请问人，爱欢喜观察。啊，对老百姓对人呢，温恶用善，伊也唔对我甲包容起来，甲温起来。啊，伊有好甲表扬、甲赞叹啊，所以好皇帝。至于要安讲，老谦君子啊，有忠德，这个人啊，啊谦虚勤劳吼，一定有好结尾，结就是吉祥。老子安讲，江海所以能成为别国皇者，以其贤下。长江大海为什么要四条河流那么多流归位啊去？尊你做水的王呢？就因为伊伫卡低，意思就是讲，咱人若谦虚伫心下去低低家己呢，就会当做伟大领导者啊。时间来讲，万交顺谦受益，一个人自高自满，啥货都安尼控过呢，会招来损害，大家暗中含怕人袂肯唔肯甲伊讲个意见，啊谦虚呢？人大家爱甲你提供意见，啊，你会进步，所以受到益处。咱们正讲来讲，君子之道啊，莫善于人下人，莫不善于人。这正人君子吼，最会晓安尼，低心下气，下人就是讲啊，谦下，啊，最这正人君子上未晓。人就是骄傲，骄傲自大啊！人们在那讲，求人需求以大丈夫啊，济人需求急事务。讲你若有困难要求人帮助，爱求许大丈夫啦。正人君子，啊，要救济别人，啊，救济迄落急事务，就是救急啦，有急难的啊。你唔通锦上添花，咱爱适中送炭啊！有个人讲，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。讲救人一条命吼，较好做一支塔的功德，七层的塔的功德吼，还不如救人一条命。前几查经啊讲，为诸众生啊。令得安乐啊，不惜性命，活诸下巴啊，令得解脱。菩萨呢，要为一切众生受苦受难啊，要使众生得安乐哦，不惜菩萨家己的性命。众生何烦恼困苦巴累，甲解脱。是诸经来讲，我以方便为欲出家开机门。文化为无知者开启智慧明，为失道者示正道，为欲多者以救人。菩萨吼，安怎救苦救难呢？用各款方法，迄个官吏也袂当出来甲开门，啊，迄个无知的人甲开智慧和聪明智慧。啊，迷失迷路的人，甲指正道。啊，想要渡过水呢，袂当过，甲造桥好过，做船啊好过。啊，地藏经啊讲，五经真味来济，不可计劫，为是罪苦六道众生，广设方便，尽能解脱，以我自心方成佛道。咱听讲地藏菩萨哦。众生多尽方成菩提，地高二空誓不成佛，就是安尼。讲众生多了，我大成佛啦。
只要讲我从今仔日起吼，到将来几千万亿劫，拢要六道众生救苦救难，救我众生吼，拢幸福解脱了，我才幸福了呢。这福寡就安讲，莫为儿孙计啊，自有儿孙福啊。嗯，不如看发财，及早收些福。讲你这有钱的人，但讲哦，我留底给子孙啊，子孙啊，家己为子孙的福气。你要需要，这不如低调哦，家己去拍命。所以唔通做收财哦，不如爱看发的钱财，较早提来做一挂供养三宝来。啊，这救这苦难的人哦，收一挂福，迄个福你后生来用会着啊。来德行先积德。我本人离开台湾无六冬，转来台湾了，看到这个高云的附近接清水法官，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摆已经翻译128本，每一本翻译好拢印几万本，全台湾各间大学、各间护士拢加加念。啊，那是在地技术随喜传道教啊，到即摆全世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。澳洲、纽西兰拢定消费来加套，安遮然后一点时日，就拢已经上无咧卖啊，去救济救难，去四季啊加热，去用智能带电视方法办一个复合自习班，啊，继续不断接受一挂人将你将想要出家，培养你将来当为佛教方法提升。啊，伫电视所讲的这已经出版电视讲演去教本啊，各位老师啊，刷卡用来本事。迄日卖西啊，一个林技师带来家提白话佛经百几本，讲伊伫卖西啊要设一个国际网站，要帮我白话佛经，互全世界拢收会到。啊，恁遮头前边就是正头一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的观世音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第一位金刚主，由南海佛陀三请，真正南海观世音，各地的参拜拢得到一大灵感。但我关心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公司数十年来推动一年百位经济90万本，经常海内外，另外办有学习书班、使用国语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为挂为空空数数办五八数，户名新桥公司，电话0736312291，6312391，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假设奉献个报喜。时时弘法为众生，功德圆满心欢喜，借你斗阵来护持。各位快乐菩萨，大家达天快乐，快乐为倒来，欢喜原谅对方，达天去施舍，达天去布施，达天去拜师父，达天呢去做好代志。所以你拍开生命电视台，你就开始快乐了。因为法师拢叫咱奉心、吃菜、布施、弘扬佛法、利益众生，所以希望生命电视台、在咱岛、大咱岛人，大家拢快乐。感谢你，阿弥陀佛。
号码号码1996-5232，1996-5232，号码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恭逢上户夏明长老圆寂十年，千霞山海明禅寺举办艺文创作奖活动，感念护公长老谆谆教诲德泽，专弘观音法门，提倡大悲忏礼消灾障增福慧，慈悲喜舍度生，并祈祷新冠肺炎平息，邀大众以一亲近慈悲长者观音老人悟明老和尚，二新冠肺炎疫情的省思与学习，三家的温馨或祥和社会为主题，以一征文，二歌曲创作，三绘画，四书法习作，五影音视频来创作。组别如下：一国小组，二国中组，三高中组，四大专组，五社会组。得奖作品提供奖金及奖状遗址。第一名一人，奖金3000元，奖状遗址。第二名一人，奖金2000元，奖状遗址。第三名一人，奖金1000元，奖状遗址。佳作3到5人，奖金500元，奖状遗址。收件日期即日起收件至2010年8月8日截止，颁奖日期2010年8月21日。投稿请邮寄、传真或 email， 主办单位新北市树林千霞山海明禅寺，收件处238新北市树林区海明街22号，艺文创作奖筹备处收，电话02-2681-2839，02-2681-2839，传真02-2683-6039，02-2683-6039，收件信箱 mainkuang2013@yahoo.com.tw/ysysco@ms46.hinet.net。相关资料请扫 QR Code 参考。华严专宗学院研究所暨推广部招生中，凡有兴趣学习华严正信者，欢迎报名。报名申请入学资格：一、大学部正修生，高中以上；二、研究所正修生，大专含同等学历或佛学院高级部毕业者。台籍外籍学生及大陆法师兼收，现女众50岁以下，正信佛教徒。报名方式上网下载报名表，请务必注明姓名、地址、电话，并以 Word 及 PDF 档格式寄至 email 信箱 huayenclleg@huayen.org.tw 或电洽教务处。02-2341-4760，02-2341-4760，推广部02-2321-3319，02-2321-3319，地址台北市中正区暨南路2段44号。南无无垢光明，焰光尊胜，妙香威德如来。南无无垢光明，焰光尊胜，妙香威德如来。南无无垢光明，焰光尊胜，妙香威德如来。念诵一遍，能消除取上师及密乘财物罪障。生命电视台，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